奢侈品牌创始人平时都有些什么爱好呢？其实路易威登先生不爱在社交上花费过多时间，他更喜欢钻研阅读和写作。十九世纪成就了无数开拓者、考古学家和冒险家，大家都投身到征服陆地、海洋和天空的大潮中。那么如何在旅途中精心保护珍贵的物品，这也成了路易威登的挑战和机遇。Happy birthday, Louis.